大伙儿今天都放假出去玩了吧？好羡慕呢！我老爹又带我上山来了。国庆七天乐，我们都准备在山上采蘑菇度过了。这就叫地球不爆炸，我们不放假。哎呀，不过今天比较好的就是我大哥放假了，可以陪着我上山。我还瞅不着呢，你看这树叶多像啊，这啥？想去大西北吃肉夹馍。吃凉皮儿，吃拉条子，吃大盘鸡，大肉串儿。那么多好吃的等着我去呢。哎妈呀，哪也去不上啊！成都那点，哎呀我快踩吧！我非要来这儿，你就非要往黑熊窝子里跑，听我的，对了吧？听你的对。你这辈子你就得听你姑娘。啊，我前辈子听媳妇的，这现在老了还得听你的。啊，你姑娘告诉你是不是来这儿？那你领我来呀。今天发了。啊，看视频吧。吃老亏了，还小的那年我和吊姐踩全那么大的。没人给俺们争，没人给俺们抢。爷俩踩，安静的踩。这嘎达地不肥。啊，我今天得采老多蘑菇了，这朵挺漂亮，根儿也白。哎呀，这个大虫子，你吓人呢！这个是正当年儿小蘑菇头，真漂亮。看，矮杆杆，这一朵蘑菇花送给大家。中秋节快乐！坐着踩了了了，我又激动了，朋友们，我太高兴了。你说谁看到这样的蘑菇，谁不高兴啊？哎呀，小八爪鱼，我最喜欢了，真好。这个我妈还喜欢，我妈喜欢它白，嗯，真漂亮。我喜欢这儿吧，以后你带我上山就来这儿，这个窝子我要了。还有两朵大的，哎呀，我今天超级无敌非常格外，哎呀，开心，真的开心。我跟你讲，你就在家吃再多好吃的，跟上山采蘑菇这个感觉它是不一样的。你采着了，你就是开心。哎呦我天哪，吃饭啥时候都能吃。那可是蘑菇不等人，你家里的小鸡儿还能等等我。那这么吃着呢，几点了呀？你不是说给我们做好吃的吗？你可拉倒吧，这是个骨头，你给我骨头。我们今天干活了，你瞅瞅。今天采着了，我估计这个点回来。大公鸡炖的猴头，人家吃饭都在等你呢。嗯，谢谢啊，节日快乐啊。哎呦。爸，那我俩中午上那边吃去了、啊。吃点赶紧走吧。赶紧吧，都一点半了。啊，我俩走了啊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们在家中午先吃着，晚上我们回来吃啊。嗯，好嘞。睡觉了。啊，来了。Hello， 老外、嗯。等急了吧？那就穿着这衣裳。我里面还有上山，上你们吃了吧？没吃，等你们。没吃，都几点了还等我们？哎呀，你老你吃饭，我也无所谓。哎，早上也是吃不了多一点饭，带着点饭。嗯，这啥名头？这猪心。别说不说，赶紧吃吧，咱姐吃不多呢。吃两块，别吃多。啊，好嘞。嗯，不是他吃没数了，吃了他的胃疼啊。不是咱给他买回去吃。饿死了，他吃了那个胃受不了。踩着没有？拿单儿，把那单儿。看表情就能看出来踩着没踩着。啊，倒了。哎呀，这都没踩着。这是姑娘的。哎呀，好的。这我踩。太沉了。好的。
还有小细的，比如李子、大李子。我们李子那都是过节，你看看才吃的，那么个大李子。后椒鱼丝，再做麻辣鱼头，拿个鱼段，留个鱼片，三一个大鱼再吃，三个香。哇，头尾关键的是热，啊，麻油发不好。今天我们这就算是提前过一个小中秋啊。主要是中秋行程安排的都挺满。一段，吃基本变成毛吃。他哪省事儿你就哪。你早饭不是奔着省事儿来的？省事儿来的就一整条清炖了。你整这么好吃？对，晚上又得来二两。也不少了，这是第二趟，卖的完了又踩了。咱下次买房子的话，得单独有一个屋做厨房。这是咸香口的吗，老爸？我是上菜小能手，溜鱼片儿，炸鱼段儿，泡椒鱼头。嗯，这在里面泡的啥玩意儿？你这身子。吃饭了，妈妈们。谢谢谢谢。石榴籽儿。今天泡的啥吧籽儿？他们挖的深，把那拿过来的，让那个籽儿给你们点好东西。我说我能猜到，人参籽儿，对。一个夫妻人参，又把那人参籽倒回去了。对，这好吃吧？哎呀，刚刚那我砍好几万苞米，这以后就是我的吃播主了。吃不动了，看到了吗？家里没。